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光的舒压手游系列，我们又回来啦。今天呢，小光要玩一款非常特别的游戏。大家看到我这个脸长得特别的可怕吗？没有错，今天我们要扮演的是一只要吃脑子的僵尸啊。那怎么玩呢？我们就来玩玩看吧。Let's go。OK， 他说按下去就可以开始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哦，对。OK， 我们现在在一个村庄哦，他叫我去咬那个人，那我们现在走过去咬他。哦。直接加100块，我们变两只僵尸了。那个人在跑，不要跑来！哎呦哎呦哎呦，等一下，那边有警察哎，我们躲过啊。我们从这边绕过去看有没有？可以可以。哎，我闪，我闪，我闪，我啊！咬咬咬咬咬咬，咬他碎，咬死哦！他踩到炸弹，他死掉了。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有两只僵尸。哎呦，等等等等等等，这个。躲在这里，他看不到，他看不到我。Yes， 可以可以。哦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哇塞，这个有点难哎。还有军人射我、啊，哇！我们获得了815块钱。OK， 我们可以升级，让我们的速度跑更快一点，血变多一点好了。然后再多加一只啊，一开始我们就两只僵尸，然后跑的速度快一点。OK OK， 好。我们让我们加速度，然后又加血，又加三只僵尸，三只僵尸总可以了吧？哎呦，这个没有发现我，一开始就先咬死来。哦，有 ，yes， 五只了，五只，我要绕一下，绕一下。哎呦，哦，他射我两枪才会死，去死啦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他踩到炸弹，笨蛋，来来来来，碎碎碎碎。这个我们要，我觉得我们可以，我想这个战术有没有？我们这五只先过去咬军人，因为军人打人超级痛，来，先咬他 ，OK OK， 哇塞，哇塞，这个军人也太强了吧！等等等等，我觉得我先把血量先加起来，哇哇哇，有点强哎，那只军人有点厉害啊，哎，咬一下 ，OK OK OK。算了，我们就直接冲了，无脑冲看，搞不好无脑冲还有机会赢了。碎碎碎碎碎，然后他会被炸死，对，没错，他会被炸死。OK， 我们现在僵尸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，有了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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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呵，有了有了，快跑快跑 ！What the fuck？先咬他，然后躲进来，躲进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有了！哦，哦哦哦，这边有点难呢，我那边有点多人呢，冲啊，僵尸们！啊啊！哎，前面很多，前面很多，上啊！他们要踩炸弹了，我们要跑比他快。我们要跑比他们快，咬咬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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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啊？不可以！哇塞，1973块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血再加厚一点，无脑加血啊，再加这个 ，OK go， 我们等级一就够玩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不知道我们后面僵尸可以加多少只哎，哎呦，直接冲了，不管了，我们现在血很厚，哎。打不死，打不死我，打不死我！哎呦呦呦呦呦！你只要打不死，血会回来哎。所以我们只要一直无脑加血，他就射不死我们了。哎呦，有没有躲进来？血又满了。只要我们不要太经常受到伤害，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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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。我们这个伤害好高哦，咬一下，这个可以去吧？有了。我闪，我闪！哎呦，哎呦，同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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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速度，我们速度，速度很快，速度很快！我们僵尸已经不是恶灵古堡等级的僵尸了。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他踩下去了，上啊！堆尸流，咬，咬！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可剩两只哎，怎么办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好像得死哎！喝啊！躲一下，哦、不行！喂、哎、啊！可以，我觉得血已经够多了。血跟速度好像也要加一些。OK OK， 好，我们现在跑步速度越来越快了。我们的僵尸已经是奔跑僵尸啊！我们跑起来超快，飞毛腿。他射我们也没有用。咬，可以，一只都没死，把它踩吧。好，可恶，不应该送那一只的。喂，哎，射不到我，哎，你射不到我，你去死吧，去死吧！哎，有，躲进来，可以。呵啊，有嘞，有点准，哦呦喂、欸，啊，还想跑啊，先吃，好，留一只 ，OK， 他踩爆了 ，OK， 冲啊，兄弟们，不行，撑住，顶住 ，Yes， 有了，冲啊，一。咬，有了，哎，想跑，哎呦，我榴弹枪了，哇，痛啊！哎，不行，不管了，咬起来，水，哇，三个军人，射不到我，不咬。勿咬！有机会！哇塞，要破关了吗？吃！哎，睡！我们僵尸跑得快，真的有差。哦，这每一个项目都是很重要。哇！不！我靠！哇，他们直接杀人了！哇塞，最后一关怎么这么难？我们都在终点前了，我们获得5000块。跑速先加起来好不好？然后钱加起来，僵尸加起来 ，OK， 跑速是肯定要有的。我发现跑速很重要。来，冲起来！啊！哇，第一关就这么难？去睡。好，这个放他死，还要帮我们炸还不好吗？来吃一下，出去。OK。好，喂，哈哈，偷袭！哎，不要死！是，哎，咬了！哦，哎呦，咬，可以，哎，留一个，啊，留一个，跟他们走，爆开 ，OK， 冲啊！可以上，有，欸，躲不了，这个只能硬扛，咬他，有啦，冲啊，兄弟们，上啊，有，哇，哇，这个很痛，可以破。这边超难，咬，冲啊！可以，一举成为我哦，有，补起来，哇，这个游戏超好玩的，我的天哪！上啊，我们的僵尸们，你们的血量是可以的啊！有，哦，咬错地方了。哎，我们越来越接近了，跑速可以了，加血 ，OK， 血量再加强，哇塞，这一关可以玩这么久，哎，这游戏怎么这么耐玩呢？冲啊，新呢，哎，这个不要，哎，放他去死，哎，好，
好，这边我咬一下，我们的血量增加是有感的，我觉得再增加两次血应该就很稳了。吃，吃起来，哎呦，碎碎碎碎，好，我们现在，我这打我很痛，大哥，你打人很痛啊，大哥，先吃这边三只 ，OK， 跟着他走，他一爆炸我们就冲，冲啊，不行了不行了，他在射，我你咬，哇，这次有点痛。可以，硬扛硬扛硬扛，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，我们跑速这么强，没问题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补血了，哎，你打不死我啊 ！OK， 哇哇哇哇哇哇哇，上啊！这边超难，这边超难，到底过不过得了？就靠你们啦，兄弟们。OK， 我闪，哇，这个超难的啊！哇，这边超难的，这边怎么过啊？哇靠，无脑加血好了，啊，钱不够哎，钱不够加血怎么办啊？穷啊！我今天关第一关，我觉得就可以拍一集了。这游戏是一关拍一集的东西吗？呵，撤，撤！啊，要！不会痛哦！哦，我不会被炸死。可以！我们已经血量已经高到不会马上被炸死了。OK！不力，咬你！嚯，瞬间跑速加快了。你们完蛋啦、啊！再射啊！你再射啊！啊！你再射啊！知道了，直接射，直接冲了，没在管呢、啊。哎，咬啊，有点痛。可以，无脑，我们直接无脑咬，直接无脑咬，不管了。OK， 来，跑速这么快。哦哟！竟然炸死了我的僵尸伙伴们，去死吧 ！OK。哇啊啊！不会这边过不了吧？哎咻 ！OK。可以。主要是最后那边，来，补满了。哇！补血，碎！补血。哎！哇，这个超难，这边真的超难啊，各位！大家一定会说什么小光，你都怎样不会玩？我真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不是这么简单的哎。哦，可以，我们现在冲跑速了，跑速跟我觉得血量是可以的，可能是我们的跑速真的有差吧。有，你看，有料，好，然后彩色炸弹我好像不会扣死，哎，对，死不了，然后等他血补满，好。咬，然后回来拉回来，可以。我们现在速度已经快到跟2040的僵尸奔跑僵尸一样快了。OK， 咬，哎，一只都没损。哎，大哥，哎大哥，可以，好，来，还是送一只去那个啊，去帮我们爆炸一下。可以，我们跑越快，死越少。哎，啊，冲啊！咬！提前吃完。哎，干嘛？开炸 ！OK， 咬掉了。这边很痛，这每次都很超痛。先提前把它吃完好了，在还没冲过去之前就先把它吃完。好，吃完了走。
可以吧，我们要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，哇！哎，怎么有一个人走过来？哎呦，这个咬下去会补血是不是？我们获得了一个技能哦，哇，好难呢，各位好难呢，我们再多加一只，等级二。哇，等级二开始就放这么多炸弹，绕过去，哇塞，你开我玩笑吗，兄弟？太多了吧，太多了吧，子弹太多了吧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太扯了吧，这太扯了吧，大哥，冲啊！咬！我靠，那边是怎样啊？呜！冲！咬！哦！哦！嘿！哦哦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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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我们人跑掉了。我们玩家跑掉了，那些平民百姓，哇，这边我真的不行了，这个我扛不住吧，扛不住吧，扛不住吧，哎，咬错了，咬，怎么跑去咬那个？哎，他自己跑去咬他，哎，哭啊，6400，加跑速好了，我觉得跑速好重要，突然觉得跑速好重要。哇哇哇哇哇哇！这个这哪扛得住啊！哇靠！啊！有，血量是够啦，只是，呜，我们僵尸是有智慧的，呜呼，太扯了，这个子弹。啊！上啊！咬啊！咬啊！咬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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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赚了赚了赚了！最过去真的是很可怕哎！别闹了吧！别闹吧，兄弟！喂 ！OK， 剩一只是要打个屌，我剩一只哎！什么情况？哎，他怎么自己跑过去啊？啊，他那边不让我，不让我，不让我躲那里耶。OK， 正在增加血，我血已经2.29滴血了，实在是有难度啊，各位。他们跑好快啊！那些本来就不给我吃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不行啊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为了吃这边的村民，这样太亏了，不能为了吃村民，然后牺牲掉自己。还是我会绕这里。我们村民第一个就跑了，跑太快了吧，兄弟！吃吃吃吃，我吃 ，OK OK， 哇，我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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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我快跑上，哦，我快跟上那些村民了，上啊！有，可以，哎哎呦，啊，那村民是怎样？不见了呢，直接消失哎。OK， 我闪，哇，这是一个，我是觉得这款是农 game， 这款一定是农 game。哦，摇 ，OK， 剩三只，好，我们至少进步到三只在这边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是要怎么躲？这边会这样射我，然后我们从这边跑过来，他会射我，先吃他，再吃过来。觉得没有搞头哎，嗨，有吗？有搞头吗？哎，有啊，有，哎，有，是有搞头，哇靠，有搞头啊！可是剩三只是要怎么打？哇，他跑去打战车啦！OK， 9200块，我们好，这升血已经要12000块啊。那各位，
我觉得这一关我们现在玩到这样的时间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那如果大家想看我们的僵尸能不能破第二关，好不好？我们一样，好，大家只要点超过1000个赞，小光的书腰手游就有机会再拍第二集的这个僵尸游戏啊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点起来哦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